他真的只要一推就开了。嗨，我昨天还在那冷的半死，跟小林讲怎么办怎么办，没有事。我昨天真冤呐、真冤呐、我跟小军两个人真的是智商不高。还有拍两集，对，两大女主角变脸，那个狐仙的，那个周迅演的那个嘛，耶！哎，你们俩智商好低耶！我最讨厌穿露的衣服了。其实我也是蛮保守的。你的穿衣哲学不就是能露就露，能紧就紧？怎么样？很拽哈？怎么样？很嚣张哦？怎么都在讲大 S 的好话？根本都在讲我坏话嘛！你打去跟他吵架。